值得每一个人呢，大家来反省彻底一下。下面是教授所出胜利分八：一，得入内道福地之正，这皈依了以后正式的进入佛门，这个叫内道了，这个时候算是佛弟子。他下面呢说，进入佛道内弟子总有多种，见的内外差别，然共称许觉悟与接近呢，是以有皈依而为判别。真正的分别有很多种差别，有的人这样说，有的人这样那样说，可是根据现在这个地方的传承，这个师承呢，是这两位，不管是阿底峡尊者以及寂静论师，他们两位啊，判别这个内外道的差别，判别佛弟子的差别，都以皈依作为根据。你有了皈依，就算佛弟子，就是进入内道。说，所以说以有皈依而为判别，为得皈依乃至为舍。你得到了皈依以后，在你没有舍起之前，那是佛弟子。不过这个地方注意哦，得皈依，皈依的时候你有一个得到的，得到这个皈依什么东西？就是这个得皈依体。那现在为止啊，你们只记着皈依还有个体，这个体的真正内涵，慢慢慢慢的以后再来详细告诉你们，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好好的去学，一旦你得到了这个东西啊，那么大家注意，你至少升天。如果是你想学净土往生的话，一定往生，这个它的真正的内涵。这下面呢很多地方讲的学的就是学这个东西，就是学这个东西，到现在开始学的也是学这个东西，前面学的还是学这东西，还是学这东西。是故最初若佛弟子，须有自心于三宝书，受为大师等。所以这个就是最开始修学佛法的第一个条件，皈依。那么皈依了算是佛弟子。那么在目前我们能够做到能够了解的这个皈依的体制呢，就是你自心呢与三宝接受它，这个才是啊大师等子，那个才是、正确的方法，这个才是啊共同修习的助伴。这个状态不是说听听讲讲，而是从你内心深处一心一意归头依靠，就这一点，就这一点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可以啊自己啊来反省一下，来反省一下。今天呢遭到这点委屈了，被人家埋怨了几声，或者今天呢少获得一点力量了，或者今天呢有一点点小小的病痛了，这是什么苦，对不对？是啊，痛苦。现在碰见了这个痛苦以后你怎么办？就是我们平常的一般的反应，这很清楚很明白，受了委屈，然后呢或者跟他辩，乃至于跟他吵，或者你虽然没办法吵辩的话，背后跑着去嘀咕，这是我们呢一般状态，世间的常态都是如此。这样然后呢你呀稍微呀少了或者什么生了病，哎呦赶快啊就求神拜佛找医生买药吃，这是一般时间常态，也是正常的。那我们不是说修学佛法了以后不要这些，这个是注意的。为什么要皈依？为什么要皈依？以前永惑不知道，现在我们了解了，这原来了解啊，这个三界之内无非是苦，
而真正能够帮忙我们解决苦，从根拔起，圆满解决的是这个地方的问题，在这里皈依他，这个才是皈依的根本原因。然后呢，因为你要脱苦，所以在这个理由之下找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谁才是你皈依的对象？你要脱苦，他一定要什么条件？根据这样一路一路上来了。假定你说这个次第非常清楚非常明白，然后呢你能够如理注意经常这样去想的话，那是必然有一个什么现象啊，你有苦你就在，哎呀这个苦啊，现在要找他问题再解决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必然的产生的结果？所以说这个皈依，如理的皈依跟平常的皈依差别就在这个地方。平常的皈依完了以后，皈依你还是浮浮翻翻的，那个时候你们懂得了吧？尽管形象上面是学佛啊，实际上学的什么跟佛是了不相干。现在你照着这个次第一步一步上来的话，这就步步踏实，是吗？就因为你有苦所以要皈依，因为要皈依所以找到的皈依的对象是三宝。现在这个苦现起了，那个时候你心目当中什么？哎呀这个苦啊，然后啊一心归头与他，是的，被人家埋怨了几句你觉得很苦啊，那个时候啊你还是要去数怨，跟谁去数怨？跟佛去数怨嘛，简单呢，跟谁去数怨？跟法去数怨，跟身去数怨，这个就怕你不数，你就数就对了。跟佛怎么数怨呢？南无阿弥陀佛。哎，对了，就不管你遭到什么事情，你自然而然的就有一心念佛。你怎么皈依法呀？皈依法是什么呢？啊，为什么你以前会烦恼的？就是错误不认识。现在我们不必说深谈，最简单的法告诉我们，法什么？空缘起。这一切法的先起都有它的前因后果。他假定说今天埋怨你有理由，有理由当然总归有原因，我错了埋怨我改呀、啊。没有理由，没有理由他为什么无缘故啊？那以前一定是啊种下来什么恶因，哎，今天还了他好高兴啊，还了是无债一身轻，对呀、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就唯恐你不跟法属愿了。如果跟这些形式相应的叫什么叫生呢？然后你去数愿，那个人告诉你，那这个道理啊，你懂得了，哎，真感谢啊，是不是要这样啊？必然的结果啊。然后呢，如果你生了病了啊，说世间本来一无可取啊，然后呢，最后结果是必然是老病死，死病是死因啊。现在要死了，会赶快多念几声皈依啊，然后到极乐世界可以啊。品位高深了，那医生要来找你还说不定还不愿意了，医好了以后让我都在这个受苦之间多留几天，这苦不堪言，不要不要。除非说你有大利益，为了一些利益啊，现在我一忍一时啊不忍放掉那些。假定说你这个皈依是自心的话，是不是会必然产生这个结果？对呀、啊，所以这地方就说自心于三宝所受为大事等。当然现在这个是啊，理解了道理必然结果。现在的的确确的普通一般人是有两种状态，有一种呢是以理智为强盛的人，有一种啊是情绪感情为强盛的人。那么理智强盛的人是刚才这个道理容易了解，他进来通常也会从这地方进来的，所以啊进来了以后啊他也善于利用他的理智，很容易得到这个感情来的，他就不一定这样的啊，他觉得哎呀皈依好啊，他也跟着就皈依。这假定你的的确确能够做到自心皈依，到那时候也是一样，碰见什么事情啊，反正呢、啊、就像人受了委屈了，没办法去赎，还要跑到妈妈身边哭哭啼啼的数，这样。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如果就受了这个，你还是跑到大殿上面，哪怕你流泪眼里说哎呀阿弥陀佛，我受了委屈了阿弥陀佛，你还是会多念几声佛呀。所以这个时候注意啊，自心两个字
与三宝说受为大事，你真诚的从内心深处接受它了，这个靠什么力量？靠思维。所以我现在常常提醒大家，这个人生的最佳的宝贝什么？思维。既然我们修学佛法了，痴痴呆呆站在那里，哎呀，脑筋也不要动啊，听说念佛好，哎呀，最好希望赶快念一个佛，灌在个山里面念他个三声，然后就往生了。实际上我这是过分强调了一点，当然不至于如此了，我只特别说明现在有太多人呢、啊、就这个情况。是的，他是感受到世间的痛苦，本来这是很好的现象，他也了解了佛法是件很好的事情，那个时候他应该怎么办呢？善巧的找到善知识，或者了解这个怎么样行持，然后努力运用他现在暇满人生难得的这个宝贝，这么如理如法的思维，他结果啊，心心念念自然而然一直在这个上头，正心也是，助心也是，这点千万要注意，千万要注意。所以我刚才这个话你们千万要了解，要了解念佛的确是一个最好的法门，但是不得善巧的结果啊，就像现在这个流鼻重生啊，这地方顺便一提，顺便一提啊，顺便一提。此若无者，任作和善，皆不能入佛地之数。假定这个没有的话，不管你做什么好事，做坏事更不谈，做好事都不能算佛地子。所以这个地方现在我们了解了，这个佛地子是什么？自心与三宝所受为大事，那个时候你皈依到得皈依体，然后你起心动念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状态，一体起用。我们现在不必在这个文字上面转，实际上的状态呢，真到你真正自心皈依了，你动一件事情，哎，你就想到，哎，这个佛菩萨要我这样做的，我该怎么做？随便动一念头，哎，我觉得已经这个样子，我要这样做，你自然而然会这样的，自然而然你就会这样的。比如说我们现在今天剃了头，穿着这件衣服了，啊，你忘记的时候一谈，哎呦，不行，我现在穿着这件衣服了，就是刚刚开始啊。换那件衣服的人可能里面有这个经验，有的时候啊，你换跑出去一想，一看这件衣服，不以前可以做的现在不会做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呀？那就是这个道理，就是你现在得到了这个东西以后，自然而然的很多事情随时起心动念，就是哎，不对不对，现在要这样了，这内心上面自然有这种力量。所以用这个东西用在戒上面呢，叫防非止恶，用在皈依上面的话，那个时候你的起心动念啊，一心就归头依靠，以三宝告诉我们的方式为你行事的准则。假定这个没有的话，不算。不管你做什么善事啊，不是佛弟子。行啊，因为不是佛弟子，他的好处就得不到，差别这么个大法。第二，成就一切律你所依处者。好，第一个得到了这个皈依，然后呢更进一步啊，受戒律你就是戒啊，这个一切的律你，一切的戒，这个律你有一点呢，戒善。换句话说，得到了这个东西啊，一定可以感得善果的，一定可以感得善果的。所有一切的律你戒法的这个好处都依皈依而起。所以平常我们不管说什么三皈依，果然是五戒啊，乃是八关斋戒啊，沙弥沙弥尼戒啊，然后比丘菩萨一切戒，都是啊真得体的时候，在三皈的时候，都在三皈的时候，就这个具色摄云，是皈依者是受一切律仪之门，皈依七十人业云，近似归三宝，此是八六本俱舍论，归七十论都这么说，一切律你的根本。那么近似啊，就是啊，本来我们说优菩萨优菩依，清净三宝诚实如来的啊，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啊，皈依三宝，这个就是啊所有一切律的根本。这个八律就是啊五戒啊，
然后呢八关斋戒啊，然后呢上面一样一样东西，这个根本都在这里。此中意趣啊，唯有皈依而能坚固涅槃与乐，从此以乐是律你发生啊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个皈依，所以啊这个坚固涅槃与乐，涅槃是什么？就是即灭，究竟解脱一切问题。这个究竟解脱一切问题的最开始从哪里开始啊？皈依开始，皈依开始。现在这个道理就很清楚很明白了，因为随时我们体验到为什么要皈依啊？那愿意了解世间是苦嘛？是涅槃是什么？苦的究竟解灭位嘛？就这么清楚啊！如此应就感得如此苦啊！由于你这样的内心，这样的一个依乐，内心认识这个好药，然后呢你一步一步努力要去获得，获得嘛，当然你照着去做，照着去做就是受的律尼，这个一切律尼又受了这个律尼，律尼的戒体得到，这个戒体就是根本嘛。从这个根本上面，所以啊五分发生了戒为基础，戒而得定，而得慧，而解脱，解脱自见，这样来的。这个次第这么清楚啊，这么个好啊，这么个好啊。所以想想看，那个皈依的佛跌跌确确无法衡量的大呀。第三，现阶一障轻微迷境者，先面以前阶的一障啊，由于皈依了以后减轻，乃至于啊彻底的消除。皆须论证现实皈依能尽罪时，遂因此中应以圣诸因缘而为比喻。那么这个皆须论上面呢，来说明这个皈依的好处能尽罪障的时候，他说应该把这个比喻来说明啊，什么圣诸因缘所谓比喻。下面这个公案我来说一下，也念一遍。唯有天主当生注重有皈依故，即位以身彼，由是皈依能尽当生无趣因故啊。若有皈依佛，必不住无趣，舍弃人生以被当得天生于法即生，也如是说。故现阶罪有这么轻微，有这么心境彻底尽除。这个皈依啊，升天因缘是这样的，有个天人，有本经叫《揭摩那法天子》啊，这个因缘经还表示什么经？他这个天主，那么天主临终的时候啊，五衰相现。什么是五衰相呢？就是天人平常的是衣服向来不脏的，到快死的时候，他衣服脏了，然后呢，他身上的这个花呀，也就是头上面这个花，平常的花一直都鲜花，从来不会枯萎的，到那时候头上的花会枯萎了。还有呢，身上面呢它不会脏，不会有味道的，到那时候它身上面呢又脏有味道，有的地方说身上有微光，或者是微光失去了，总之身上面的特质由善而变恶了。还有呢，它平常不出汗，他那个腋下会出汗。还有最后第五个就不落本住，他本来住在那个天子柱上很欢喜，到那是住立不安了。当这个五衰相现的时候，那快要死了，就相当于人呐、那个必死之症，犯着这个癌症了，那快死了。这个天子一犯那个五衰相，他就死，要晓得死了。那个天上的人呐、他是有啊天眼通的，哎呀他要死了，忧愁大苦，但是他晓得这个死是无法避免的，他一看看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，万一死了以后、再升天，那很勉强可以，结果一看呐、堕入柱当中啊。你不要说这天上到柱当中，我们叫人间到你柱当中，你受得了吧？绝对受不了啊，啊绝对受不了。不要说变成个猪，现在叫我们跑到那个猪住的地方去啊，在那住一天呢、我实在受不了，我想没有一个人受得了，对不对？那何况是你天上的啊，他大苦恼，然后就到处去求，求那个大力助天，谁也没办法，怎么求这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最后那是正好佛出世，
有一个天了，说哎，对了对了，现在佛出世，他是三界一切智人，而人天导师唯有他晓得，你呀只有去问他，他能帮帮你。那么后来就请求那个佛，那佛就告他皈依，你只要皈依啊就不堕落。然后呢跟他说种种的啊皈依的好处，所以他下面这个记，若有皈依佛必不住恶趣，舍弃人生意啊必当得升天，那就是、啊、这个揭摩那法天子经当中的一个记子。所以他听见了很欢喜，然后呢自心皈依，过了几天果然死了，果然死了。然后呢死了以后，完了以后他又没堕落，没堕落又继续升天。这段因缘，这段公案你们可以看看，这是千真万确。所以皈依这个佛不得了啊，他本来要堕落畜生的，那何等严重啊，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决的，哎，你叫皈依。不注意哦，前面一再说到这皈依是什么呀，的皈依体啊，不要说啊我也皈依了，我这个皈依啊是相应不相应，这是大乘问题啊，啊这个是才是我们真正要检查检点的地方。那么现在休息一下啊，所以说有这个因缘，你看这么个好呀，第三你能够皈依呀 得到这么好处，可以得到好处。实际上他那个升天呐、啊，啊还是啊算起来是很小的，很小的升天算什么，我们呢要跳出三界轮回的也多种皈依上面得到的呀。第四，借广大佛如前所说。第五，不度不去由此可知，前面说的很清楚。第六，人与非人不能为难，不管人非人呐、啊、都不能为难。如经云，诸造不为人都皈依三灵，即皈诸缘有皈所供数目，其皈非正圣，非皈非地业，虽依其一处啊不能脱种苦。很多人呐、啊、遇见了啊不如意的恐怖的事情啊，于是总归啊找一个依靠，他依靠什么三灵啊缘有啊皈所供的数目等等各式各样的。这个的确任何人跑到了苦恼不如意的、啊、总归去找，就是不一定找到人嘛，我们也不一定找到皈依这些事情嘛，我们啊可以想象得到了，有的人呢、啊、跑到求神脉搏啊算命先生啊，或者我们找这个找那个，这都是所有的这种下其皈非正圣啊，并不是殊胜，并不正确，也并不正贵，其皈非地业啊，这个真正要皈依的只有这一个，这一只唯一独一的，所以除了这个以外都不对，因为他所皈依的其虽依其一处啊不能脱种苦，因为他所依的地方啊不是第一啊，是错误的他自己本身，所以啊虽然去皈依了，他的苦恼解决不了。反过来，若是有皈依佛法界圣切，又自归苦界正超越诸苦啊，那么你能够皈依三宝，由于这个啊小的真正的苦乐的真相，以及苦乐的原因何在，然后你了解了这个，才能够啊超越这个痛苦，超越这个痛苦所行的就是啊道，把自圣道到底，然后呢得到涅槃密地的快乐，这个是真正皈依之处，能解决一切众苦的，以智慧观见诸四圣地利，此皈为真圣，此皈是第一，有皈此皈处啊能解脱众苦。而要这个要晓得这个什么以智慧，只有智慧才能够真正如理如实的找到真皈依处，而得到好处，皈依这个四圣地利，这个既真有圣，这个真是珍贵，这是三界之内唯一真正珍贵的，因为这是实在的不虚假的，这是殊胜的，平常的时候都庸俗的，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第一的，是唯一的，也是由于你皈依了这个，一切痛苦解决了，一切痛苦解决了。前面说
人与非人不能为难。关于这个，我们说你皈依了三宝以后啊，他马上就护法神来护持你。哦，我们说那么非人不能为难，那人怎么皈依了以后不能为难？我们就看见很多事是皈依了以后人还来为难我，这一点呢要解释一下，这一点呢要解释一下。这个我们了解佛法里边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因果缘起的法则，你真实的了解啊，人没有一个人能害你，只有你自己。真正能害你的是什么？就是你的无明。你不了解这个无明的形象，真的境界断了，害了，害了。所以假的你了解了一切因果法则，人家来害你，那时候你就想想看他为什么害你啊。如果说你有了伤害他的原因，他害你当然嘛应该的还了，就刚才说这个道理，对吧？所以你正确的了解的话，的的确确，而这个唯一的办法靠什么？靠啊皈依三宝，如理如然的了解这个道理，问题就解决了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。当然了，人都不能为难你，何况是非人。三界之内的的确人是最强啊。此众因以成就丰盛外道等缘而为比喻，这个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我也不知道。且随一切想悉当承办者，随应何等如法所作，若现供养皈依三宝祈祷承办者亦成就。不管你想什么，由于皈依啊，都能够成就。不管你做什么如法的事情，你先供养皈依了三宝，然后祈求的话，很容易成就。当然你皈依了三宝以后，你所想的事情一定如法，其实你就是不如法，他一样的也成就，一样的成就啊。就这么有这么一个公案，我这地方说一下，说有一个沙弥啊到龙宫里面去应供，到龙宫里面去应供啊，平常啊有一个罗汉啊，那么这个罗汉去的时候啊，他向来他一个弟子，那个向来就他自己去，不带那个这个沙弥去，这样。后来有一次啊，那个沙弥啊，他附在那个他那个师傅的上面，得到了一点龙宫的鱼食，哎呀，他就是龙宫这么好啊，他就啊想要夺这个龙宫的一切，所以他认真的持戒，认真的供养，然后发愿，最后这个沙弥啊固然如他所愿，变成一个强烈的龙王，跑到那个龙宫里面把原来这个龙啊都杀掉了，就这样。就这个恶愿上见成功啊，何况善愿，你只要如法的去做，一定可以得到。那么这是第八，说能成佛，这个最究竟的。如是之，请问见缘又性淡无暇，唯有获得速生闲暇，于皈依处学速生道，由此不就当得成佛。像经上面说，因为你有净信心，所以能够断无暇，断了无暇就能修行，能够修行到与速生的皈依的地方，学了速生的道，当然这样上去的成佛。成佛的话啊，一切问题都解决，什么好处都得到，这上面呢根本也就是啊都是次要的了。如是一念住胜利故，于日中昼三夜三勤修皈依。